我眼中的狼，看看长什么样。哦，很呆呢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今天是一个真的非常难得的影片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大家敲完很久，约会系列，大家最近就是很想看我们约会，一直在敲完这件事情。多久没有做啊？我觉得可能已经有一年半或两年没有做了。我们今天就是把恭喜送托猫狗都洗澡又接回来之后，就开始出来约会。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大家也在提醒我们，虽然有了小孩，小孩很可爱，想了解我们的育儿生活，对不对？家庭生活，但是会希望我们还保有最一开始那种谈恋爱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其实看我们影片的如果是家长，其实也可以找个时间来一场两个人之间的约会，去提升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我觉得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你拿着没有办法讲话。来，上一次我们拍那个 vlog 已经是超久以前的事情，大约是在美国，整个就是表现非常不好，然后自此之后我们就受创，再也不敢拍 vlog 了。就觉得大家好像不在乎啊。对啊，就是非常没有成就感，所以想说就封印了这个系列。但现在就是我再把它重温打开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但我觉得这次约会应该跟以前又不太一样，心态可能不一样。等一下边约会边跟大家说。我们今天是来华山，知道怎么来这里吗？上次就是经过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想逛，可是就没有时间逛。我觉得这也是跟以前最大的差别，就是你空闲时间没有。你以前可能到一个地方，觉得说随时突然想逛就可以逛，但现在没有。你下一件事情，你可能回去要接小孩，有一些很多那种不得不你来做的事情。其实主要还是跟小孩比较多关系，要赶快接小孩，要赶快接小孩，今天到了要接小孩了，都是小孩。我们今天终于有时间好好来华山，然后我们觉得华山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缘。约会感，等一下去一个地方是符合我兔兔喜爱，文艺气息，多功能，你要吃东西也有东西吃，然后环境又是你喜欢的。汤姆猫与杰利鼠，我等一下要逛那个、哦。好，黑胶咖啡厅。对，我要先去黑胶咖啡厅，因为想去吃吃喝喝，吃饱喝足再来逛逛。好的，不觉得很浪漫吗？看到什么店哦，就能够走进去。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情侣的，一定要把握跟珍惜这样子的。如果你是可以逛一逛，然后就两个人说哦，走，我们进去的这种。把握，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机会，要特别空出时间来这样子。对，像今天，我们原本特别查了一下天气，应该只是会阴天，不会下雨。然后结果一到的时候开始疯狂下大雨，但还好我们停完车，停完车的时候雨就停了，所以我们的雨伞才会这样收着都没有打开来。下雨的天气跟味道非常喜欢，尤其有这种树跟草皮的地方，下雨之后会更亮。这个温度我觉得 OK， 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啊、这里好漂亮哦，这好适合拍照。脸很臭，脸很臭，脸臭就是好看，保持脸臭，很棒。而且刚刚老外经过说 I took a very nice photo， 他根本没有，他随便讲的，他有在看我的相机。好可爱哦，到了，那个 vibe 好可爱哦，是兔子哎，他们定位的那个牌子，定位桌牌，然后他连菜单都是黑胶的，哇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这样坐下来，然后竟然觉得特别幸福，然后什么都好新奇。有没有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很平常，对我们也很罕见哦？你会想吃一点小东西吗？我觉得可以来一点小东西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点一个鲜派跟两杯饮料。OK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这边有说这个唱片都有卖挖宝，但唯一的规则是他有按照字母牌，所以你从哪里拿的就要拿放回去，不用收服务费。没事吗，冰妹？对，好，谢谢乖狼。我觉得你脖子变长有吗？可是我觉得是我穿这件衣服都有这个效果。没有，有可能是你最近变瘦了，对吗？脖子变瘦没有啦，你脸才变小啦。你最漂亮，你这个瘦身有成。到底多胖我就问，称赞互助会，大家都觉得啊，难过，我就觉得你之前超胖，还不承认啊，滴出来了啦，傻眼。进个约会，进个青春，青春。有人喝咖啡再进一个什么的吗？笑死！这咖啡豆有种薄皮胖的味道哎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生配，你喜欢的吧？是，但是有个薄皮胖的味道。我喝这个咖啡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觉得好幸福的感觉，觉得好久没有这样喝到一杯自由的咖啡，自由的咖啡，这是一个自由的味道。等一下还有个自由的咸派的什么？自由的咸派。I like it, I like it.帮你找，不知道会不会有，那就是试试看。
就是 Bossa Nova， 弟弟的音乐是很拉丁的那种。你很可爱，一直在看东看西的。那研究，研究怎么样打造风格？研究的怎么样？研究的很好啊。哟，妹妹，自由的咸派啊！我们看看自由的咸派，嗯，再吃了一口，滋味是不是挺好的？这是自由的味道啊！平常到底过得多惨啊？顾小孩的时候，有时候吃东西哈，就是为了生存，都要吃很快，没有很那种轻松的感觉，也没有办法品尝。来，宝贝，自由的味道，就是这种很放松的感觉，真好。咖啡都喝了一半了，感觉时间在倒数，那就再一杯咖啡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再学。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逛逛，走，我说等等走，我说等等走。哇，嗨 ，Hello， 走。你看啊，这里就是，那我觉得有植物的地方就让人很棒，然后就像你说，天空很蓝，觉得很快乐，快乐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东西，吃饱喝足，chill了一下，现在要来逛逛街。快要六点，但我觉得天色还是很亮。上次我们有一次经过带仔仔，但是因为人很多，然后加上仔仔想睡觉，我们就也没办法好好逛，就带他走马看花一下，就要赶快回家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来逛一下汤姆猫，不用排队。关了，没有开，而且现在开到六点。六点。那既然汤姆猫到，要去汤姆猫吗？我要先去黑胶咖啡厅，我想去吃吃喝喝，吃饱喝足再来逛逛。好的，你差不多可以再哭了 ，already 要哭了。阿郎，你看里面是不是很可爱？哦，超可爱。我们现在只能在门口 window shopping 也好啦，不会花钱，不要乱买东西，开始安慰自己，开始安慰自己。你有跟汤姆猫在跟我 say hello 吗？有啊 ，hello， 我已经来第二次，然后还是进不来，哎 ，broken heart。那我可以跟他拍照吗？可以。来，三二一，好棒！我跟他舌吻。哟吼，可以可以，有得逛。哦，空手出来了。没有，我刚其实原本真的想说我要去汤姆猫花钱，但我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现在呢就是继续看看。我觉得现在我们钱好像越来越难被这些东西给，并没有，没有吗？我还是很会买这样。对，还是很会买。我们每次来，老板指一下，我们要找这个停车场。我们每次都想找这个停车场，我们都找不到。Google Map 上面没有，这就是在忠孝东路右转才进得到这个停车场啦。每次都失败，都停一个好远。懂了，下次知道了吧？有人有想要买植物的冲动，但是他不太会养植物，有点尴尬吧？上次来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骷髅头，你看这骷髅头还在这里，小宝要买吗？价格不菲，摸着你的良心要买吗？良心啊，没有是不是？我有吗？这样逛街就是个约会的感觉。我今天可以让你买一样东西哦。我也可以让你买一样东西哦。那可以买贵的吗？可以啊，或者是这个。呐喊，我喜欢这个。好啊，那我问问看。它会有这个玻璃罐吗？玻璃罩是另外卖，是200。一听没有玻璃罐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我觉得，谢谢。因为我觉得它如果随时可以给它做一个墙面，都可以这样。好适合你哦。要给你买个恐龙贴纸吗 ？Why？ 因为很适合你哦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强。因为我很强吗？我觉得很适合啦。有人找到他喜欢的东西了，希望你快乐。出来约会就是要买一个东西，才会就是是一个快乐的发展。因为你看到那个东西，你会想到今天约会的。这只其实很精致，涂装很精致，然后我觉得它的细节做得也挺好的。
差不多暗了呢，你看。这么说啊？哇，好漂亮哦！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约会。我喜欢，而且我们好久没有晚上这个时间还在外面，拥有晚上的感觉。我觉得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体感时间都会不一样，怪怪的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像今天其实我们约会时间没有很久，但我已经觉得很久，因为平常可能就是哦，走马看花半个小时、十分钟，只要有完整的两三个小时，我就会觉得哇。有一种更珍惜这种约会时光的。我的心得是20岁到30岁之间好好体验人生，等到一入30岁之后，你会搞不清楚说原来我已经失去20几岁那样子的生活了。你没有意识到说你已经跨到下一个坎，然后你再跟那一个可以安排自己时间的自己说拜拜，你不知道，然后直接就跨入了那一个坎。直到现在你拥有现在这样的约会，你就觉得啊、哦，好珍惜，好快乐，因为你莫名的就失去了那样子的生活。等到意识到之后呢，就会更珍惜，因为你是刻意去拥有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对，就会比以往更珍惜。以前就是每天都要约会，然后不懂得珍惜，大把的时间可以约会。那有了小孩之后，小孩也是一个会消耗你大部分时间的小生物。有些东西你跟呼吸一样自然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它存在着。直到你失去的时候，你就想说，原来你占我这么重要的一部分了、哦，但却越来越少时间可以约会，所以以后真的是非常固定要花时间来约会，没错，有助于就是感情家庭感情的那个进展，然后才更有力量再去陪小朋友。对，觉得很好。如果有家庭的人，也不要忘了给自己时间去来一场约会。那如果说你也正在约会的 couple 的话，珍惜，没关系，你们就浪费。你们就是浪费时间去约会，或者是你觉得很奢侈，就啊，我每天都可以约会，没关系，你就这样吧。对，因为以后，好啦，喜欢的话就按照订阅加分享，想说拜拜。去一个超级难得的行程，就是我要去看我的吉他。其实我上次买吉他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嘛，预算有限，我其实没有真的去挑过吉他，我只是看说在这个预算里面我能够买到最好的吉他，或是看别人有什么样的吉他。那这次呢，我老婆就说我可以到处试琴，然后我其实已经去试了其他两把琴了，现在想说最后一把琴再试一试，然后我就可以做决定了。谢谢老婆。不客气。我们在这里结婚，大安的那叫什么户政事务所，在那里登记的，在第一天通过合法的时候。迷失在 pick 专区了。妈妈，好，请挑。我喜欢很薄的。You know， 很薄的。